今天啊，我在跟洋洋玩那个滴滴的时候，然后我在看那个 DM 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那这个，那这本 DM 好好看哦，那这个东西送给你好不好？就是这个东西，来，我们来照一下，这个女生送你好不好？好漂亮哦，你不要这样拿坏掉了。靠！不要闹啊！先再给你我。我这整张都是大鼻子。哇，这个很漂亮哎，送给你哦。结果他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啊，那你我喜欢你这个妈妈，那个妈妈特别少漂亮100倍啦。你说妈妈比这个漂亮100倍，对不对？对。真的吗？对。然后呢？你刚刚不是说要把我卖掉？我只是特价卖掉。特价卖掉啊！然后再买一个新的。你不要啦！好可怕、哦！还臭脚丫乱踢。停下，好，要暂停了。